哦，入口即化。今天要介绍位于银座高贵不贵的日本料理オレノグポン。我们今天吃的这家店叫做オレノグポン。那グポン的意思就是厨师在你面前做料理，是日本料理的高级的版本。它可以平价价位吃到这个，真的很划算哦。这是北海道产的天然尾鱼生鱼片。吃起来很新鲜，尾鱼味十足，浓厚的油脂。我这道是螃蟹可乐饼，580元。一般可乐饼都是很多马铃薯的味道，可是这个是浓浓的奶油味，然后加上超级饱满的蟹肉丝，好吃。我连都关东煮，780块日币。豪迈的咬一大口，哦，它煮的非常的软。这个菜头呢，吸收了所有汤的精华。这道是黑毛和牛寿喜烧，980块日币，软烂软烂，对，太软烂，夹不起来。这居然980块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哦，哇，入口即化，而且它的那个油花一含进去，整个布满你的口腔，然后再搭配寿喜烧的酱汁，太鲜美了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高质感日本料理オレノグポン。我是韦恩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